大家有发现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这外面还挺黑的。你说的没错，队长。不如我们回章鱼堡去吧，然后……哦，他们好像是吓着了。那是什么？就是他，就是我看到蜘蛛的时候听到的梆梆响的东西。激活麦克风，皮医生。 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听出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。队长，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，离我们很近了，更近了。不论是什么，队长，它就在这里。啊！蜘蛛啊！嗨，你好。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。其中一员不喜欢蜘蛛，你是谁？而且你为什么抓住我们的舰艇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只想打个招呼。我是一只蜘蛛。我就知道是蜘蛛，快点弃船逃生啊！蟹，抱歉。 你是一只什么？蜘蛛蟹，一只巨型蜘蛛蟹。确切地说，对呀，确实是一只巨型蜘蛛蟹。我早该想到了。所以，你不是一只可怕的蜘蛛。我？哦不，我只是长得像蜘蛛。我其实是只螃蟹，海里最大的螃蟹，有很多很多腿。 真有趣！没错，我有8条腿和2只钱币。钱币？这样我才能到处走动找东西吃。啊！怎么了？巨型蜘蛛蟹先生？啊！有东西夹在我腿上了。哦，不，那是一只巨大的蛤蜊。好沉呐！还很吵。 所以那种可怕的声音，棒棒棒棒，就是这个。看着真疼啊！我们现在马上就出来帮你，对吗，呱唧？没错，队长。这只蛤蜊夹得可真紧，我见过这种情况。 蛤蜊如果被踩着了，就会合起来保护自己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法把它掰开。看起来需要点时间。为什么老是在我很着急的时候出这种事？你有急事吗？我正在赶去一个生日聚会的路上。谁要过生日了？我呀，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要给我开一个大大的派对。今天我刚好100岁。你有100岁了？ 我的老天爷呀！没错，我们蜘蛛蟹的寿命很长，会有很多的子孙后代，不知道我今天还能不能见到他们。哈，我还能变色呢！哇哦，对，鹦鹉可没这本事。这倒是，鹦鹉也不会把挡风玻璃上的海藻清理掉啊。的确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 嗯，那好吧，不过我们现在急着去寻宝呢，伙计，你可得跟上哦。哇哦，我第一天当上海盗的搭档，啊，我就能去参加寻宝了，哈哈哈哈。一起出发吧，鹰嘴鱼皮特。你觉得这些尖尖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呢。伙计们，我游到前面去给你们探探路吧。 喂，伙计们，这片暗礁上有很多尖尖的锯齿边缘，路也很窄，我觉得你们的舰艇太大了，过不去啊。可地图上说我们必须得穿过这里才能找到宝藏呢。那我们就把舰艇停在这里，然后游过去。这些弯弯曲曲的线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进去吗？那是什么？ 还有那个，还有那边。现在我们知道地图上这些波浪线是鳗鱼，没错，是海鳗。这片水域里可多了，伙计，看看它们的牙有多锋利。
可咱们得穿过他们才能拿到宝藏呢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亲爱的，我能帮大家穿过他们。怎么帮？海鳗是我们鹰嘴鱼的天敌，可我们有办法保护自己。首先我会用气泡来包裹自己。海鳗本来视力就不好，这个气泡能让他们连闻都闻不到我了。这样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，真是太聪明了。这招或许对你有用，可是伙计，我们不会吹泡泡啊。哦，我来帮你们呀。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。这些鳗鱼闻到皮医生了。皮医生，这边。快点进去。呱唧，气泡盾牌。成功了，现在他们闻不到皮医生了，现在安全了。皮特，要是没有你的气泡保护，肯定不行。啊，别客气。鹰嘴鱼皮特，有你这样的搭档，是任何海盗的骄傲。哦，谢谢呱唧。麒麟通，你看到皮衣上或者呱唧了吗？没呢，只看到很多发光的鱼，也没见到那只小鲨鱼。皮衣上，呱唧，请回答。他们的无线电肯定失效了，希望他们没有迷路。我们最好……哦，那个是什么？等等我，队长。一只小鲨鱼。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看到我闪灯了，是他让你们找到了我吧？我们灯笼鲨总是用自己的灯寻找彼此。太有意思了。好吧，我可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小的鲨鱼。大家都这么说。我背上这个贝壳可真是讨厌呐。我们可以帮你解决，可是不是我，是我们的医生，叫皮医生。皮医生，他是我朋友，他在哪儿？不好意思，他暂时不在这儿。不过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我在黑暗中视力也很好，我能帮忙寻找他。这个贝壳让我游起泳来越来越吃力了。别担心，我可以带着你。好的。怎么样了？看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嗨，这边。这边，伙计。他们看不到我们，要是我们也能闪灯就好了。没错，我们可以。哇，我就说这真是个好主意。希望他们能看到咱们。起作用了。皮医生，呱唧，是你们吗？你找到我们了。你好，皮医生。你还找到了小鲨鱼。哇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可真的是只小鲨鱼。让我给你治疗吧。我说伙计，你到底是个什么小动物呀？我是只迷你灯笼鲨，我知道自己很小，可我确实是只鲨鱼。好了，完好如初。谢谢你，皮医生，咱们能再见面可真好。合影留念吧。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大海可是很危险的。我会的。再见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再见。